欢迎各位收看我们虾到爆剧场，大庆玛丽，欢迎欢迎，上台一鞠躬。好了，是的，想必各位看到我们这样的装扮，大概都知道我们今天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。没错，没有错，就是扮演玛丽兄弟，又吓到了吧？非常好，好的。好了，我们要来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不只是站在这里，没错，我们还有要介绍我们玛丽兄弟里面有一些经典的元素。是，嗯，好，那我现在就来一段啦。侮辱我可以，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。虾，那不是金宝吗？是是是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太入迷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正经的，好了。玛丽兄弟的经典元素来了，好，来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没有错啊，不然你想要怎样？玩过游戏的都知道，游戏中就这么简单的元素，这样也可以当经典啊，是是是，不然没办法啊。好，虽然这个结构非常的简陋烂场，但我们还有厉害的在后面，厉害的来啦。好，我们游戏中还有一些更经典的元素，就是花。大家知道吃了花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吐出火球，这非常的厉害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拿出花来。花？什么？这是花？没错，你别给我整笑，这个根本就是蛇。不是，我妈从小告诉我，她叫龟壳花。喂喂，龟壳花，我的妈哦！哎，不是这个，快点，坏的，这个就是花，但是现在已经不流行吃花了。我来流行吃什么？各位介绍机关，极品辣椒酱，极品辣椒酱绝对爽，也可以吐出火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开放 call in 有没有？请拨打这个电话，马上call in。是是，我们现场开放50组订购，请大家赶快call in进来。然后，导播，导播，现在已经满了，没有了，卖完了，卖完了，千万不要再打电话进来，不要再打电话进来，你还打电话进来，跟你说不要再打电话进来了，太可怕了，烟火，是不是？这里不可以卖东西。是是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搞错了，我以为是音声购物台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好好，好，我们再来继续介绍，玛丽兄弟经典的元素。玛丽兄弟好，经典元素。没错，就是香菇，香菇厉害啊，吃下去就会长大，赶快拿出来。香菇，这是香菇，这不是经典的灵芝草人吗？哎呀呀！喂喂，这是。灵芝啊，不可以，香菇来了，是的，就是它，吃下去之后我就会长大了。好了，我吃了，吃吧你，快吃吧你。我长大了，长大了没？怎么没反应？没反应。等等，有了。我的下面长大了。礼貌，这是什么合理的礼物？你说什么限制级东西？不是不是，是这个长大了，是我的便便。是的，在胜利今天这么丰盛的尾牙里面，大家难免暴饮暴食。是的，所以我们这边要介绍这一帖。是的，张插洲劝胃散。是的，张插洲强胃散呢，我们张插洲强胃散采用的是蜂蜜、川贝、桔梗，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，不需冷藏，也没有防腐剂，除了毒性猛烈之外，味道还很好吃。张插洲健胃散不愧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。是的，不是说不能卖药吗？是是是，不要药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好，那我们就下台了。大庆玛丽，怒意用力，下台一鞠躬。